呢個係持有禁風理業1772嘅，咁啊今朝好強啊，升緊6%。呢個係標青嚟嘅，咁佢116蚊買咗嘅，咁係啦，你要建議佢應該止賺啦，定係話可以揸多陣咧？其實1772禁風揸多陣，係因為始終咧，呢個係叫新能源鋰電池啊相關嘅呢啲嘅概念咁，其實佢有隻 A 股噶。咁佢只 A 股咧，更加已經係突破咗歷史新高。我諗大家如果有睇開即係內地市嘅時候，你都會知道，譬如寧德時代嗰啲係破頂啦，啊一段時間啦。咁呢只其實亦都係喺香港都可以咁講係好有限嘅概念股之中，又係好實淨嘅基本因素，估計都強。咁所以我覺得係首先最基本就應該睇翻之前嘅頂部咯。咁我認為有貨嘅朋友，咁啊恭喜啦！咁可以首先睇翻大概150蚊先，就係之前嘅歷史頂。咁就冇貨嘅朋友咧，啊咁我覺得就都可以留意嘅。咁唔好話特別去怕高啦，因為我覺得強勢嘅股份因為佢基本因素，因為佢技術因素強，先至會破頂。我絕對中意啲股份咯。咁所以如果116蚊有貨嘅話，我先睇150。而我所講150呢啲，只不過係俾你一個參考嘅阻力，亦都冇人叫你150蚊沽嘅。其實佢升穿咗嘅話，往上會升得更加 free， 因為上方就冇蟹貨冇阻力啦，咁就一路路放上去咯。到時可能不斷將個止賺價提高。嗯，係咯，阿彪你都可以揸住先啦，同埋即係恭喜曬你，即係好強勢啊，因為見到只股份都咁另外。